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的礼拜，我们晓得复活节最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5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到第15节，是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要信靠，说要实行，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实践的，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圣言。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5节，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此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一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们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报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有天使报告啊，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啊，也有信主的姊妹在报告耶稣基督什么复活了，但是也有那些不信的兵丁，向那些祭司长们报告耶稣已经什么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经历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唯愿上帝不仅赐给我们这个信息，更赐给我们那是耶稣基督自己复活的灵，感动我们的心，感化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真正经历，真正任性，真正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样复活节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宗教的敬拜，宗教的节日，而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亲身的经历。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不仅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更借着耶稣基督传讲你爱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大好的信息。你所传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信息，而是你亲自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担当罪罚罪加，更是他从死里复活，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经历复活的生命。主，你又赐下圣来，那当初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使我们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也能够活了过来，使我们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然后我们第二次复活身体再复活的时候，
我们就永永远远进入上帝的荣耀。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谢谢你在基督里以着大能的圣灵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今天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求你引领，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复活节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到受难与复活。礼拜五的时候是受难节，我们讲到是 Good Friday。 我们讲到为什么受难节反倒是 Good Friday， 因为有复活节，所以这受难节就变成了 Good Friday。 It's good for us， 对我们是有益。当我们讲到三点第一点，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我们讲到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世上有两种宗教或者两大宗教。然后也因着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认识，包括我们基督教内部也有的人更多的强调十字架和苦难，但是如果我们归回圣经，应当更多的强调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得了荣耀，我们在基督里也传讲复活的信息，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教会内，对于基督的受难和荣耀也会有不同的什么侧重。唯愿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归回圣经，更多的归回圣经中那种整体的真理上的和谐。我们首先来看受难与复活。我们看整个圣约圣经中反复的向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或者说耶稣基督的降卑，同时也讲到耶稣基督的高升，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什么本身。被钉死在十字架，被埋葬在死人中，甚至降在阴间，这本身是耶稣基督从高天降卑的什么典故。然后耶稣基督又从死人中复活，复活本身是耶稣基督升高的一个什么彩蛋。他复活然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什么显现，然后升上高天，坐在至高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为教会掌管万有。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就不能够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就不能够以大能显明他是基督本身，就不能够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什么本身。那么他的死，哪怕是再完美的死，再谦卑的死，再荣耀的死，也就和我们人的死什么一样，并没有救赎的什么功效。但是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明确地讲，耶稣基督被交给人，他受难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是为了担当我们的过犯，但是他复活是要叫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第二点，耶稣基督的复活要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分别为圣的典范。我们基督徒不光要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怎样才能够分别为圣呢？在圣经马太福音罗马书第六章第四到五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复活的荣耀，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什么一样。我们若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什么联合。借耶稣基督舍命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效法，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向罪什么而死。我们要活出他复活的形状，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向义而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个活祭，是圣洁的，也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当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得胜得荣的保障。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般的得胜，
我们是在基督里不断的得胜，我们在基督里也不断的甚至最终得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什么荣耀。而且我们得胜得荣的保障不在于我们个人的修行，不在于我们宗教上社会上一切的所谓的善行，这些也许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最根本的不断的保障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什么复活了。这圣经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什么又活过来。然后圣经又讲，把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这儿特别说到有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说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一个伟大的像释迦牟尼、像孔子、像穆罕默德这样的宗教人物道德典范，他乃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永生的上帝什么本身。他耶稣基督活着，他在为我们代祷，他在为我们等着。然后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也讲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什么叫头一次复活？在耶稣基督没有借着白色大宝座审判众人之前，如果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就是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处死什么入生，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复活的什么生命。将来哪怕我们的身体衰残了，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那时候身体也要复活，完完全全得到属灵的荣耀的什么身体，那是第二次的什么来复活。如果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并且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得救，并且在基督里不断的得胜，不断的得荣，这个保障，这个确据，这个记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什么复活了。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今天确确实实令人难以相信啊！不光是你难以相信，不光是我难以相信，不光是不信主的人难以相信，包括信主的人有时候也难以什么相信。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本身、耶稣基督的复活本身、永远的审判本身、很多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凭人的理性本身是很难什么相信，甚至不仅说很难相信，是不可能什么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的玛利亚，他们都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都是和耶稣基督同工的，都是得见耶稣基督的大能的，都是得见耶稣基督被钉死的，然后他们在来坟墓中来看望耶稣。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之后，然后天使来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看到看守的人看见天使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什么一样。让我们看到天那些玛利亚，这几个玛利亚，当他们看到天使，当他们看到空空的什么坟墓，当他们听到天使宣告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他们不是一般的相信，不是一般的高兴欢喜，他们也什么害怕。所以我们看到在天使的信息中一句所说的是不要害怕，因为他们一定什么害怕。让我们看到在第十节中，耶稣对他们说不要什么害怕。所以在这大能的神迹面前，人确确实实不光是难以自信，而且是恐惧什么沾惊。但是他们不光有恐惧沾惊，但是他们也是大大的什么欢喜。所以在第八章，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什么欢喜。他们之所以害怕，哇，因为死人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也要什么
复活，因为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复活，每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上帝是大爱，什么可畏，但是他们有高兴欢喜，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因为耶稣提前告诉他们，他要把生命舍去，也要把生命什么取回。他就再次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信实可靠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报佳音，耶稣基督也吩咐他们，你们也要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让他们在哪里哪里等。所以我们看到不光是天使，也包括耶稣基督，都吩咐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什么信息。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虽然天使传道佳音，虽然耶稣基督亲自显现，虽然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去传讲耶稣基督本身复活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去的时候，另外一帮人出现了，就是那些看守的不信的外邦的士兵。那些士兵既有外邦的罗马人的士兵，也有那些祭司长的什么士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不信耶稣基督。他们就跑进城去，将所经历的天使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报告给祭司长。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都聚集商议，然后他们就拿许多银子给兵丁。我们中国人讲，这就要赌他们的什么罪。他不仅要用金钱来赌他们的罪啊，而且还要让他们传讲一个什么谎言。你们不仅要闭口不说，你们要说，你们要说什么呢？你们要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什么偷去。那我们一边在传讲，天使在传讲，耶稣基督在传讲，耶稣基督吩咐使徒们，吩咐教会在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但是另外的一个信息也在传讲，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复活，甚至他没有死亡，甚至他肉身升天，甚至他死亡了就和一般人一样，死了就死了。他的尸体之所以不见了，也不过是被门徒什么偷走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有真福音，相对的也必然有一个什么假消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 good news， 在我们传这个 good news 传消息、传福音报佳音的时候，也有人在传讲一个什么假消息，也有人在传讲一个谬误，传讲一个什么谎言。那弟兄姊妹，唯愿上帝亲自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确确实实传讲以耶稣基督复活为中心的真正的福音的信息。让我们看第二点，世上两大宗教，说宗教是人心的自然的倾向。在传道书上甚至讲，说上帝造万物，隔岸起时成为美好，又叫永生放在世人的什么心啊。然后在约拿书上也讲，说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说在罗马书上也证明说，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见到受告之后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说人人心中都有永生的渴慕和追求，人人心中都有宗教的意识，人人心中都有目中行事的信仰和什么崇拜。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合乎真理的还是虚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相信基督复活的宗教就是真正的什么基督教，与此相反的就是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犹太教、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亚宗教或者尊宗教啊，各种形式的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有的是有神论，有的是什么无神论，但都不过是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宗教。当我们看到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宗教，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证道说，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是什么
做见证。然后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在所罗门廊下讲到，就说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是什么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在默想复活节的时候，我心中也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容易传讲一个道理啊，太多的传讲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太少的传讲，太少的思考，太少的默想耶稣基督什么复活。所以我们传讲的不是一个一般的信息，我们传讲的不是一个一般的教义，那是以耶稣基督复活什么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什么宣告。保罗在雅典讲到的时候啊，也是如此，他说并且将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喜的什么凭据。然后保罗在最后罗马巡抚腓力斯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也说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指以色列百姓。不但要传给以色列人，也要传给谁啊？外邦人。弟兄姊妹，上帝所定的计划就是赐下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从此以后，世界历史就展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从此以后，圣经中所说的新天新地就在基督里裂天什么而降。让我们看到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甚至他讲到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就必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把耶稣基督复活上升到何等崇高的地位，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什么枉然。不管我们的教育体系看起来多么纯正，不管我们的言行是看起来多么有宗教感，多么有道德味，多么在政治上正确，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不承认、不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就以复活的生命，就以基督的真理无缘什么无分。让我们更深刻的思考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我们讲到不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宗教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非基督教，他们的非常大的一个核心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首先我们看到犹太教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那时候犹太教的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着使徒们教训百姓。他们怎么教训百姓呢？本着耶稣传说死人什么复活。撒都该人是不信死人什么复活的，那些祭司或者说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死人什么复活。但是哪怕那些相信死人复活的，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哪怕就像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一样，哪怕明明的有看守的兵丁向这些祭司长们报告，他们不仅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反倒编造虚假的所谓的事实来混淆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信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犹太教，他们相信死人复活。今天的犹太教，他们相信有一位基督弥赛亚到来，但是他们不相信、不承认纳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他也不相信纳撒勒人耶稣基督死了，并且什么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甚至说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个犹大，他们演了一个吊包戏就把犹大钉死了，最终耶稣是肉身什么升天。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怎么怪怪的得出了这种各种各样的版本的谎言，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是道德典范，耶稣是一个好师父，耶稣是一个好榜样，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也不承认耶稣基督因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灵，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
犹太人不承认，伊斯兰教徒不承认，希腊人也是如此。所以当保罗在希腊雅典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又有说，我们再听你讲讲这个故事吧，给我们解解闷吧。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复活认真的看待是与生死有关、与天堂地狱相关的，而是把它当作一个 news， 当作一个新闻，新闻当作一个传说，当作一个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逍遥学派，他们是自由人士，他们把信上帝、信耶稣基督当作是荒谬的，当作是该受什么讥笑。就像今天很多无神论者，很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相信世界上有当心，我相信有上帝，甚至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不信死里什么复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什么死。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恶欲都会马上爆发出来，整个人间马上就变成人间什么地狱。我为什么不杀人？我为什么不放火？我为什么不过把瘾就死？死了就死了。杀人不过偷点地，杀人然后人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能量是不变的，物质是不变的，人死了不过是改变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本身，如果我们不晓得死人要复活，而是要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什么审判，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人就都成了亡命了。人人就像沙特，法国哲学家沙特讲的一样，他人就是地狱，婚姻成为地狱，教会成为地狱，工作成为地狱，国家也会成为什么地狱，整个世界就会成为人吃人的地狱。就像卢逊先生讲的一样，有没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因为他的周围的成人世界都是人什么人吃人的，所以他真的发出一种绝望的呐喊，救救孩子吧，因为这些大人已经习惯了什么吃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如果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这个社会、给这个世界、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多大的毁坏。那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这样我们就晓得世界上不管宗教千千万万，形式上千变万化，但本质上无非是相信独一上帝、相信三一上帝、相信耶稣基督死里什么复活的。然后我们看到犹太教、伊斯兰教，他也相信独一上帝，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三一上帝的什么一位，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死里什么复活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甚至包括我们基督教内部，我们所传讲的基督教也有两大什么版本啊？第一个版本我们看到比较注重耶稣基督受难，当然我们也有一定的经文依据，就是说我要传讲，我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这方面也是正确。然后我们所传讲的，或者你看到很多书上讲的十字架神学、苦难神学，他们基本的格调是什么黑神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两个标记，你看到这个天主教的十字架，天主教的十字架是否是这样的十字架？不是的，天主教的十字架下面有一个什么死人的。然后你就看到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他们穿什么衣服啊？黑色，黑色的代表什么？代表复活吗？代表生命吗？代表什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深的含义，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格调是什么？是黑色。
基本上他们非常注重的是受苦受苦受苦受难受难，甚至我们看到啊，天主教安排这个复活节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天主教徒，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自己说自己让人把他硬再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啊，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经历基督的受苦，这样也能够是一种传福音的什么方式啊，这是和他们的神学是有什么关系。那在这种十字架神学中，他们强调基督教与这个世界是完完全全什么对立啊，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的死，我们就是要等待基督的复活。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基督在受死复活，甚至我们在参与基督的受死参与复活的过程中，像保罗所讲的，上帝既然不惜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难道不把他和万物都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也包括非洲的，甚至也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些基督徒受这种苦难神学的影响，他们很难高举，很难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荣耀，所以他们就以坐牢，以得病啊，以贫穷，他们认为这些是属灵的标记，然后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什么再来。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不光是第一次来了，而且耶稣基督说，我就赐下圣灵，圣灵就永永远远住在你们什么心中，不光是圣灵与你们同在了，我也与你们同在了，甚至圣父上帝也与我们什么同在了。所以因着圣灵的赐下，三一上帝包括耶稣基督本身，就像马太福音28章中所应许的那样，我就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他们就把基督的再来和一次降临完完全全什么分开，不晓得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间，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大能的圣灵一直与我们什么同在，所以我们靠着他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什么都能行。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版本的基督教，他们更多的强调世界末日，更多的强调地狱的可怕。我不是说这些强调不对，这些说法这些讲法都是某个方面有圣经的什么依据，但是是否更加合乎圣经整体的启示，是否这种强调更加合乎圣经本身的强调，我们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然后作为啊，作为主恩基督教会或者说改革宗长老会，我们所注重的是注重复活的宝座神学、荣耀神学。我们的格调是什么颜色的？就像雅各上讲，它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什么百合花。耶稣基督不仅死了，关键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复活了，我们在他里边得到的是复活的什么生命啊，然后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人子来是要让人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那这种神学它的格调是白显，而且它所注重的是耶稣基督什么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复活的样式什么有份，要效法基督，要效法他的死，更要效法他的什么生。所以说我们关键，我们做基督徒关键不是死了，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说，如今所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什么活着，因为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我也什么活着，我所活着的就是基督所赐给我的复活的什么生命。所以基督这样的信息关键不是死了，关键是为主什么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一遇到问题，一遇到软弱，一遇到挣扎，哎呀我就赶紧死了吧，那就与主同在了，也是好的无比的。主啊你快来吧，其实心里说36计走为什么上帝，就想摆脱痛苦，却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帝赐给我们的痛苦是让我们在痛苦中受到磨练，是让我们不是
不是带苦中苦，而是带苦中那种经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人不能够拿走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复活的什么生命，哪怕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什么遭害。而这种基督教强调基督教在世上的得胜，强调上帝的国度已经来到，强调天国的什么荣美，强调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要向明光照耀，用我们的美德，用我们的善行，彰显的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而这样的神学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昂扬的啊，是一个乐观的。哪怕是像门徒们见到复活的耶稣一样，哪怕他们有害怕，但是他们大大的什么欢喜，他们的欢喜也超出了他们的什么害怕。好，弟兄姊妹，最后的劝勉，我们在基督里要活出复活的新生命。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宗教的节日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教会似乎最重要的活动啊，关键不是参加这个节日本身，关键是认识复活的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本身。这第一点，我们已经信主，还没有信主，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认罪悔改，再次的认识，再次的经历，再次的深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所以圣经讲，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真的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第二点，我们要以基督的复活为荣耀的什么盼望。弟兄姊妹，圣经讲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讲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什么上帝。然后当上帝说这个啊，亚伯拉罕啊，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要像海边的什么沙，数都数不过来。亚伯拉罕当时能不能数得过来？亚伯拉罕数啊数啊，能不能数过来？数过来就是一个伊什玛利，还不是他和撒拉亲戚什么生的，是他和婢女什么生的。而且那个时候他将近百世，而且自己的身体如同什么已死，撒拉的生命已经什么断绝，上帝还要说你要做多国什么之父，你的后裔还要多入星星，多入什么凡沙。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心还是什么不远。所以圣经上也为我们祝福祷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在耶稣基督里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盼望啊？有活泼的盼望。不管我们的身体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的家庭处境如何，不管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如何，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更加的深信上帝是一个事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什么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第三个方面，我们现在就当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圣经说，我们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目的何在呢？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性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什么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受洗，或者成为主恩基督教会的会员，或者我们早已经在主恩基督教会中，关键不是受洗的仪式本身，关键不是加入会员的仪式本身，关键不是在教会里参加或者做多少事工本身，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什么样子。每一天每一个事，也许我们不是完全了，但是借着这复活节啊，借着教会经常举行的圣餐，借着每一次读经、每一次讲道，主啊，求你更新，主啊，求你再次让我经历复活的什么大的，哪怕待人是不能的，待我是不能的，但是你的恩典够我用的，靠着那使人
死里复活的上帝。凡是什么？当然，这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加深信耶稣的福音，要更加在我们的诸般苦难和困境中，要有活泼的荣耀的盼望，要更加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此地，我们更多的定制，要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我们要与他相似，要效法基督，活出上帝造我们本有的那种荣耀。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求你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心中运行，带领我们明白真理，带领我们活出真理，带领我们见证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来特为真理给做见证，耶稣基督也借着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活出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那完美生命的样式，这样便叫荣耀颂赞国度全民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